掌声鼓励文华。这是一场很棒的那个演奏会，就是在这一路上走来，有参加过不少的那种演唱会、演奏会，但是在这一场，我最能够感同身受，就是有点像灵性的交流，在那里面就是台上的表演者还有台下的观众，他们已经可以连成一气了，大家的默契十足。让我最感动的地方就是，竟然演奏会能够整场的人都是这么的入戏，而且这么的能够跟台上的契合度配合的那么好，这是我感动的地方。再来就是里面有着几首歌会打动我的心，在火沙这一首歌，我在那边掉眼泪，因为刚刚是我妈在这边，所以我也比较会腼腆。嗯，还是老师很懂我，因为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意境真的很好。然后还有一首就是《回家真好》，真的这首歌就是写在外面读书啦，在外面流浪的孩子们，希望就是回到家的那种温暖，然后家的那种可以当我们靠的那个肩膀，真的是很棒。还有更感动的地方就是，老师怎么那么棒，他旗下的学生为什么每种乐器都会，好像每个学生都必备最少有三样乐器，不止哦，我说最少嘛，没有那么少哦，最少都要会三样，最少我看到最少有的五样。嗯，好，那我相信那都是台下十年功了，台上一分钟，那是人家努力而来的，所以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努力，我们要十年以后，那我们大家一起努力，一起陪伴，又在走在这个音乐的路程哈，大家有伴，不用害怕，我也是很害怕。你们说我让你们依靠，你们不用怕。我让你们依靠，不用怕。对，肩膀很厚。把班长的风范拿出来。OK， okay，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